全马拥有11间分店，香山木桶鱼、汤头勾扁、鱼肉勾鲜，现场还能给你拉拉面做体验。槟城首家入住格尼 Plaza 6楼，以木质格调为主题，还有 VIP 包厢区。他们的鱼都是新鲜进口，让你好吃到一口接一口，全都是新鲜活鱼，毫无泥土味的非洲鱼。招牌清香木桶鱼汤底，用主料熬煮八小时，加入猪大骨、老母鸡下去煮，偏麻开胃不会腻。一个人只要多给3块钱，酱料、小吃、水果任你吃任你点，他们会帮你调制酱料，不同辣度依据你的喜爱度。鱼肉鲜嫩不臭腥，还能让你无限加汤底。每天一大锅这样煮，用的材料很丰富，从喷泉口出来的汤喝了很顺口。四人套餐还包括小吃和火锅料，卖相不浅，那很好吃的特色玉米饼，手打虾丸、猪肉丸非常弹牙。再来个薏米更有饱足感，口感不一样，这个套餐蛮值得。你还可以另外多点雪花猪肉片，肥瘦相宜，吃了很过瘾。他们也能让你现场体验拉拉面，自己拉自己吃，感受完全有所不同。山珍竹笋营养价值高，也很脆口，好不好吃不用我多讲，看看这个人潮就知道了。大家快过来吃好料啦！